可以了。这个时候的米饭已经煮好了，哇，太香了！把米饭打散，盛入碗里。用铲子按压紧实，上面盖上一个盘子，倒扣过来，把小碗取下来，汤汁浇在这个米饭上面。豆角和米饭这样做，有饭有菜，有肉又有蛋，营养非常的丰富。家庭版的盖浇饭就做好了，米饭吃起来又香又筋道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喜欢的朋友们就赶紧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击关注转发，拜拜。